看到凶猛的鳄鱼，真的有鳄鱼哎！啊，杰干时光。现在只要学生会、宿舍跟社团，社团去看一下，很久没有去社团嘞。哦，好来，哎呦，合唱团、才艺佳佳，我们才艺应该不太需要了啦，因为目前的智慧是超高的，所以不用去念书。作品三，事务室交际零，没有什么交际，但现在没办法。那教学有什么？我去看一下好了。OK OK， 谢谢。跟同学聊天好了，交际上升了，交际太少了。好了，你并没有收到时代影业的电话，该不会被打枪了吧？谢谢谢谢，心中期望也渐渐淡薄了一些。我没有哭了，好不好？可能自己的剧本功力还在进步吧。OK， 那么去了。该不会遇到谁？没有。来了，又来到二楼办公室了。依然进来了投稿室，一瞬间慌乱的遮住了什么？他叫做吴娜。该不会我们的稿子被人家怎样了吧？很遗憾，你的剧本是一个好作品，只是我们公司在同类型已经有其他的选择。唉唉，贵公司人才济济哦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表示说人才很多的意思吧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好吧？剧本可以拿走吗？虽然剧本交给他没问题，但是时间来得太巧了吧？他该不会在偷印我们的剧本吧？有什么为难吗？剧本暂时不在这里，糟糕了，一定有蹊跷了。桌上这本不就是我的吗？包装很眼熟啊，怎么会？是不是看错？哎，真的是该死的女生。觉得有问题吧，好吧，你应该不会想要相信他吧？那我们就选这个好了。觉得有问题，一定是有蹊跷的。来 ，OK， 严肃了起来了，花了一年时间才写出来的啊。OK， 却不好喉咙有些心虚。你垮了，还要问上面的意见啊？请跟我来。剧本被偷拍完了，被到了一间办公室。OK。并不陌生，秦宇是谁啊？上一世的时候，你有很多次电视颁奖节目上看到他拿过奖杯，笑得谦逊的模样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用担心啊、哦。心中只也觉得羡慕跟遥不可及。今天本 ，OK， 请坐。所以他是编剧就对了，所以他拿我们的剧，然后去编说是自己的剧就对了。谢谢谢谢，你好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说说你的剧本吗？可以。校园来着，现在开始拉低赛了，专门盗用别人的、哦。这是一个选学生跟老师的故事。哎呦，魔女的条件，不敢表白，每次借老师借的时候塞一张小纸条。黎明之后就相恋了，哎，但大概至上是这种师生恋的感觉哦，哦，然后渐渐的有了感情 ，OK， 就答应了秘密恋情。难怪是名编剧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我会加油的啊。OK， 关于结局我很意外，这并不是传统大团圆的结局。最后呢，以许回梦一下作为结局，希望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。我很欣赏你，夏同学。OK， 各位怎么办？一跟二，他称赞我们，我们要谦虚的回应，还是收下称赞？好，我们先看看两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开始比较多人选谦虚，我们等一下看看谦虚会怎么样。如果不好，我们就回来写二，好不好？先一看看，过奖了。既然你知道，哇，果然音乐就变了，出个价吧。手脚一下失去了温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30万，哎、欸，拜托，我有300万呢，30万，我靠，稀罕你这钱啊！绝不卖出，我不会把剧本卖给你的，凭这张脸创着一部戏，你，没人敢动你这个剧本。嗯，外面都说温柔大方才华，所以他每次其实都是跟人家买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不必激我，剧本你拿走吧。结果被偷走，这样吗？
好，我们回来二看看，好吧？回来选这个，收下称赞了，但是结局是一样的。好，出个价。心骨有一股火焰渐渐燃起，欸，所以我们当初如果没有选时代的话，是比较好啊。来不及了，各位。燃起，好，来回来看一下这个办公室里面的，进来，秦总。外面虽然不知道秦宇是时代人，但公司的部分却心知肚明。事情办好了。糟糕，被偷印了！哎，哎，烂公司哎，糟糕了，赶上十分之一哦，超贱的十分之一就对了。不卖是被盗拍哦。哎，如果我们选别的，应该不会呢哦。OK， 惨了惨了。这个到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剧本根本就是我们的，就惨了。另外一间公司把你赶走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好吧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看到秦宇才了解人所称的什么刀，刀什么啊？不知道意思。我为鱼肉的感觉，人为刀火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个字怎么念呢？人为刀俎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看来当编剧梦想实在是任重道远了。好，来了，放假啦，放假啦。接下来应该是要找我们的男神，是不是？哦，竞选哥啊，风尘仆仆的你，久久的抱入怀里，哇，也是这种画面啦，其他人看着呢。韩国语，我认人宰割的意思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怎么文学这个气质这么好啊？好了，再不松开，行李箱滑远了。OK， 哇，十指紧扣了，越来越大方了。果然上了大学之后，人的胆识都不一样了。哦，有轿车了，我们本来要坐公车。哇哦，你什么时候拿到驾照啊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什么车？以后更方便来看你。哇塞，被掐呢哦，有车的一样一半。较早哦，以前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有的人大家骑摩托车，看到有人胖脚啊来哦，哇，就觉得啊。Suzuki， 输了输了哦，高级车辆，高级车辆，还没吃，是宾利吗？不就是宾利，还有超大的空间呢。我们还是去坐公交车吧。为什么呢？回到家中了。OK， 闺女到家啦，怎么不让你爸去接呢？可以车车。好 ，OK。一阵心虚，我都这么大，哪需要父母接送啊？好，我都辛苦了，现在停不下工作，怎么习惯了？脏车哦，用淘汰的店了，就找了个帮人做饭的工作。劳斯莱斯哦，我不知道，自己的身体都注意啊。好 ，OK， 回来家里面呢，妈妈总是会特别啰嗦啊。好，哎呦，来了，各位，我们要跟我们的小敏还有静轩去动物园玩呢。那这是动物园吗？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被三个人勾着就对了。哎，啊，红兵怎么不见了？心中被冷落的感觉，只要在你手里画圈提醒自己的存在。不会开，没有司机。OK， 发痒了。雨怎么了呢？没什么。悄悄的去掐他的腰部，哇，好甜蜜哦，好甜蜜哦！哦哟，一个一丝勾引人的身影，哇，额度渐渐染上粉红。哦哟，砰砰砰砰砰砰到那里了！妈妈，那个哥哥为啥要掐那个哥哥的屁股？那个姐姐为啥掐那个哥哥的屁股？OK， 我们慢慢来吧。好，来吧，各位，一或是二，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？现在就是未来，我现在就是要捏你屁股，怎么了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闺蜜大色魔了，有车了，震一下，莫名有些遗憾。好啦，看到凶猛的鳄鱼，真的有鳄鱼欸。Cookie, cookie.
还有长颈鹿，长颈鹿，麒麟鹿。以前有人问说那个鳄鱼的英文怎么讲，然后就直接说 Lacoste。存档哦，好，存。接下来照相了，好吧？梅花鹿哎，小鹿斑比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面和小敏靠拢，面向相机站定。哎、欸，两大美女呢？哦 ，OK， 我们变工具人了。OK， 开始试试。忽然发现这些照片，相机中发呆的鱼，吃零食的鱼，微笑的鱼，好不容易跟自己的合照，哇，被卡一半，跨口袋哦。OK。一点谴责，你怎么可以把我拍成这样子啊？哇塞，这样子也可以放闪啊？100万点击爆中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等一下不玩了，等一下累了。好啦，假期又结束了，各位来了，令人不想看的这个事件来了。先视上看见一个新闻，这不是就是我们的时代影业吗？晴雨编辑你好，哎呦喂啊，校园故事。你拍的电视剧的名字吗？哎、欸，亏他这样这么漂亮，结果来几特哎哦，人总是要改变的。龙星娱乐公司赞助的《黎明之恋》哦，他连名字也直接 cover 过去哎啊，傻眼了傻眼了，还发生个小意外，小故事小事情，不过是助理丢掉剧本的原稿。欸、他现在连那个话都先讲在前面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不过没什么大事。你看他说他丢了，结果我们说我们有原稿，啊，这样就表示说我们好像去曝光还是怎么样，就表示是我们错的样子。你看，真的很贼，真的很贼。完了完了，愤怒 ，angry。如今变成他这样拍的电视剧了，怎么来了？好一招釜底抽薪，怎么了？爸爸来了，没事，盗版的山寨公司。回到学校，来吧，我们再看看发生什么事。秘书处内，最近发生了种有些走神，而且你看哦，他这样子。把我们偷走，我们写了那么久，高中写的，大学写的，这样所有心血就没了、欸。这里啊，这里填反啦、啊！哇，没办法了。几个月相处，欧青对你了解不少。OK， 所以他发现我们走神，觉得怪怪的。他可以帮我们吗？说不定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组别里面呢，真的有办法呢。盗用你的作品你会怎么样？真欠打、啊、发微博。如果不能够用正规途径办到他，那么也只有和他站在同一个地位上，你说的话才有分量。哎呦，有道理有道理，正的不行。依然不停歇，由于静轩和父母担心，并没有将这些告诉他们，虽然手持原稿却也没用处，一旦发现，对呀、啊，反而被人家告啊！现在讲没人信，没错没错。会演出《黎明之恋》，好像快拍摄了。神秘新人，哎呦，该不会那个人就是我们吧？心中是觉得真的呢，你看，这就很像你自己写的一个歌，或是你拍的一部影片，然后。获得超高的人气，结果被人家这样子，哎，真的是干死了。好，来吧，不会被相信。现在说已经反而被人家讲得更难听。OK， 怀着这份决心，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一份邀请函格外显眼，看看金色渡边的什么色纸贴在墙上，显得隆重。OK。写着一一诚邀贵校子再转来我公司部门实习，落款天行传媒，所以这是另外一间呢，另外一间呢。
他算是在中间的这个影业公司啊，影业公司每年都要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这边来实习，对不对 ？OK， 现在编剧的岗位啊，哎呦喂啊，这就是我们啊，是不是？再写个《午夜之恋》好了，哦，好机会，好机会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开始写剧本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到我们有一定的那种地位的时候，再来推翻这一切的这个骗局，应该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机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宿舍呢，要增加编剧养成的选项，努力的成为一个编剧人，增加，都不要睡觉了，都不要睡觉了，猛攻就对了。反而大学跟高中比起来，高中很需要一些那种念书的什么的养成，大学真的是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这样子啊，继续用，继续用，增加增加，好了 ，OK 了，这么多天就是要来这边了。感觉来这边好像比较采光好，比较正向一点点哦。好，机会去了去了，一个一个，还有不少学生哦，并不是我们学校的。好，哎呦，神秘人来了 ，H 大学的工程学院的，能考上 H 大学，运气好。想念男神，这个如果男神知道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哦。OK。反正都是一些之类的，我就不想看了。名门大学怎么样？时间一分秒，好了，可以来了。有人露出喜悦的，难免失落。还有很多，我们去厕所整理哦，看会不会遇到谁？我觉得会哦。却发现一些猥琐的大叔，将一位长相都美女生拦在一旁，壁咚是呗？看一下，又是他，忘记这是哪一集的。怎么见到他？什么意思？细皮嫩肉怎么吃得了这份苦啊？哎呦，真的是猥琐的哦！潜规则，潜规则，这应该是，该不会是什么这一间的高层还是什么吧？看看呢。哎，干什么？我不是玲玲，你说什么傻话？快走吧！啊，就这样。多管闲事，而且他还皱眉头哎。会议室中来看一下，接下来换我们面试，对不对？元宵的眉头越皱越深。各位，接下来表演都是空有抱负却没有基础，一定是高层的嘴脸。好，26到29进来面试，30、32不准备哦，真的还蛮多人来了，换我们了。刚才啊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那个猥琐男人也在这里。他是不是之前我们拍那个跟袁科的部分有他、啊，对不对？哼，冷哼一声。各位考官好，好、哦，接下来开始来说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会故意用成这样？他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不住点头，不错不错，他根本就是要吃人家的而已。其他人还没介绍，不要这么早下。所以他是张总监啊，换我们。我是来自首都大学的。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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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啦，听到我们是首都大学的。点点点点点。虽然占你的实力。国内顶级学校的呢啊、哦。他一开始在那边呛下说他是什么学校的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结果听到我们是首都大的，就失落了起来啊！年纪之间确实有潜力，他要小了，他可能要对他有意思，要把他拖去旁边了。来，那所以现在那个张总监呢，开始捧那个 H 大的学生了、啊，所以觉得我们现在要替自己拉票，还是就放弃了？可是如果放弃，我们可能这边就没机会可以去平反我们的剧本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即便再苦，我们可要撑撑看。情况不对，我们就跑了，好吧？苗头不对就跑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是很聪明的，为自己拉票吧。Let's go。放弃吧，我也曾经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哎呦，他真的，哎，想报复自己。嘿，那我直接给他抢啊！
对啊，搞不清楚状况啊。哎呦，他蛮敢挺的呢，对不对？小圆来关键，我来天行几年，哎呀，开始在比辈分了。他完全不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眼里啊，只对自己的利益啊放在心上啊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就这样子回嘴了啦，试试看吧。一，尽管他对自己出言不逊，依旧忍耐下来，却不能忍受将忍不住回话。张总监，我看你是因为我坏人也好事。哎呦，供出来啊！这开始了没？哎呦，女生也来了。原来首都大是这样的，我算是见识。哎，他真的很那个呢，老不休哎。出去，我们公司不用你。哦，站起来了。他说的对，公司用不起你，你值得更好的。OK， 大家开始凝重了。好，我们看接下来会有怎么样。他没有被选上哎，选哪个都一样啊。因为不会卡到后面剧情哦。好，那我们选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稚气一点，好不好？正准备拜信的桂林，却被迎面而走来的元宵阻断了去路。想当编剧吗 ？OK， 他是个好人。好，我们来到一间咖啡店了。最近在写剧本嘛，我们应该会跟他讲吧，算是吧。哎呦，熟人一家公司需要一本剧本。你看最近两周可以把大致的提纲写出来吗 ？OK， 当然接受了。有什么具体的要求？来看看。仙侠类的，哇，仙侠类的，写出不错的仙侠剧本，或许很受欢迎。仙侠，糟糕，我们平常都是写爱来爱去的，突然要写仙侠，会不会写不出来了？就写变仙侠，仙侠面，我肚子饿了。好 ，OK， 开始思索剧本的部分。好，那各位来啊，选啦、啊！我们要选男生男性向还是女性向的？你写的这个东西是要给男生看比较多，还是要给女生看？但是理所当然，真的看剧的是女生比较多。女生，哇，刷新呢，成功率10%，又可以分出江湖玄幻、神人魔、三界斗争、宫廷志怪。三种偏向，你想要选哪个？这个好难哦，这个要找那个玩过的，听友玩过的，来来来，大魔女或是那个什么 CJC 的，选得好的剧本会超前很多，不然我们都试试看好了，看哪个加比较多，好不好？三界斗争15%，我们光偏好光剧本的类型，然后这个类型都已经30%了。接下来除了类型的偏好，剧本的气氛也很重要啊，再存一下，再存一下。哦，我两个都选选看好了，好吧。10%，各位这边我来帮你们解惑。15%，好，就是这个啦。所以我们这样已经细在个5%，我够五哦，够五够贼啦。剧本的方向，人物性格也重要，正能量傻白甜，阴险狡猾，应该是阴险狡猾吧？先看看5%，这边赛这边赛啊，一样嘞。那你们选了，你们要选哪个？两个都是5%呢。好，一天啊，魔女的对啊啦。OK， 这样就50%了，所以剩下50%就好好的把它写完。各位，我们就把这个大纲写完，好不好？就准备收台了。来，继续写，写大纲。10%，仙侠类110%嘞，这么猛哦！一直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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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到满为止，120%，140%了。好了，来了，男神忽略了，惨了。微信也注意传来内容，渐渐让人哭笑不得。看看是什么内容，在吗？你认真写剧本。最近天变，别感冒啦，要吵架了，这个多少会的哦。飘云雪过了一会再回，认真做事情，先要平凡自己的部分。今天告诉我的女朋友，我又想她了，很会哦。拿起手机，女朋友在此，快来接驾。好了，没有吵架呢。接下来几天完成大纲就会跳出养成，继续写咯，继续写咯，写写写，10%，150%了，是要写到多少？200%，来了 ，OK， 这样够不够？谢谢荒过，谢谢，拿出剧本细细的看，一边点头一边勾画 ，OK， 满意下回上剧本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看来有机会了，下礼拜就吵架了，并没有公司有需要哈。
对不起，骗了你。问原因吧，对不对？虽然大家会选那个，我还是要问你们一下，一或二，要选择离开呢，还是要问清原因呢？二吧。打他，打他，我们没机会要回我们的剧本，没办法平反了。好，来吧，那我们就问清原因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已经被骗一次了，不要再骗我第二次啊！我想离开那里，那里已经不再是我以前的公司。哦哟，然后我和天行的合约没有到期，不能够大张旗鼓的决裂哦。一本受欢迎的好剧本便是不可少了，这是对你的考验，也是对我的考验。所以他打算自己创公司嘛，是不是？说对了，说对了，你要跟我合作吗 ？OK， 的确走无投入，走投无路了，对不起，迎接来了些许希望。好啊，一些赞助商资源我还是有的。下礼拜直播应该会爆雷，真的假的？好，不要，那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啊。好，来吧，来看看，好好做了。OK。和元宵讨论过剧本的日子，总是充满了隐隐的硝烟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今天胖妞的逆袭就先到这边啦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礼拜六的直播哦，从七点不加几麦啊哦。那当然，这个还是会持续的拍下去啊。虽然有观众呢建议我玩这个完之后再去玩别的，我也会再试着看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光管们，谢谢赞助的。